台东人，我们就一起回来。然后我们很简单，节目在上面有讲，我们回来的时候就还是一样，只有很简单一件事情，我们就一起唱歌跳舞，就这两件事情。不管风怎么吹，有一天那个絮，那个花的絮，它飞起来之后，它有一天还是会回到地上，就还是回家了。对，好，然后好，下一首歌是。其实蛮难懂，我们今天两个人很冷静，蛮紧张的天哪。因为今天那个话，我们的经纪人挑的歌单都是有点让我们心醒穿穿醒砰砰脸耳红。那一首歌是，酒醉歌。哦，好好好好好，你好什么？来，来宾掌声鼓励，你可以拍手的时候继续拍手啊。key 在哪里？怎么是？醉了，然后他第一段是忘记问他喂他的孙子喝奶，然后孙子就嗷嗷一直哭，然后第二段是在讲那个忘记喂他的狗，然后狗就嗷嗷嗷嗷嗷嗷在院子里面叫，肚子饿，然后第三段是忘记喂他的牛，那牛喂牛喂啥都在牛棚里面叫，在牛棚里面哭，好。
所以那是一个可爱可爱的歌。嗯，好。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像很赶进度，马上要把歌唱完哦？啊，那你们跟我们聊天嘛，谁说对的？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的？为什么要买新衣服？因为我现在觉得我很瘦了，所以想要买新衣服。我本来 XL， 我的 L 呢？羽毛之歌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了，有没有很腻人这种？好，他的意思是那个，男子的羽毛，就是在那个这首歌是七角川花莲的七角川部落的歌讲，然后是我们一个很，我要怎么介绍他？对，也是一首很爱很爱的一个大哥。对，我们舞团的以前的艺术总监，以前的舞团，他叫做国语叫做苏清喜，然后你们到改名之后，对他回复传统姓名之后叫樊少，你们去那个花莲的寿丰乡慈南村找原舞者，就可以看到他本人哦。对，很会写歌的一个人，这首歌《羽毛之歌》就是写男子的羽毛。对，因为男子青年人。他们在常常在头上会戴羽冠，那个羽冠是大冠鹫或者是老鹰的羽毛，然后其实老鹰都是盘旋在部落上面，然后他会去给就是看护我们整个居住在这一块区域的人，所以他是在叮咛我们男子，就是你们是守望部落的人，要加油，对，要加油。好了，认真唱歌。基本上就是妈妈唱给小孩子。
下一首大概是马兰的歌。还是那个，我去年七月回来，然后开始有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嘛，然后就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所以那个等下要唱的歌也还在学习中，要把那个歌唱进来，就是可能还会有点歪歪的。很会唱的人就是先去包含一下。然后要不要？我们去唱，我们同学上课。哎，对，我的同班同学有来，他们很适合唱。我们一起来唱一下。对，只有这首歌。没有买新衣服。他也没有买啊，没关系。来，欢迎我们的同学们。还有老外，还有老外。今天穿的像阿公运动。不要，穿正常。会点吗？清唱，然后后来会配乐哦，你可以感觉，凭感觉。来，爱吧。你穿这个衣服最适合唱这种歌。唱一下，唱你啊，上学期的歌，不是这礼拜，不是这学期。来，把麦克风找出来。来，啊！
的外套的叫拿翁，然后比较新潮外套的叫拿外，他们都比站在台上的我还会唱歌，因为我还在学习，然后一样，我们都在学那个慢慢的回去部落学传统歌，对。